市政府规划设置第二行政园区，日前公布候选地点，包括捷运绿线沿线、旧司法园区、航空城用地、青埔高铁特区、桃园火车站后站。市府预计九月选址定案。市议员黄嘉琪认为，选择旧司法园区会是最明智的决定。最适合的点还是在旧的司法园区，那它的好处是第一，场地的不用再另外额外再花费用来做征收的部分，所以说最省。那它九月份新的法院就移过去了，那这边的话最主要是离的旧的法院市政府很近。旧司法园区被讨论多年，看来迁址机会颇高。但是近一年来，高铁青埔地区也变成大热门，当地有多件大型公共工程与投资建案进驻，又有机场捷运经过，发展前景看好。但黄嘉琪认为，考量交通与民众便利，现况还是留在桃园最适合。光现在你办公的话，水务局要跑到成功路，然后新公处要跑到新桃楼上，拆除科要跑到中山北路，其实造成民众已经有一些民怨了。那如果再移到或青埔或者是别的地方的话，其实对民众的办公上以及交通上来讲是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这部分我在强力的争取说，希望市府园区在旧的司法园区。考量到民众的便利，黄嘉琪也持续关注居住正义。他表示很乐见社会住宅陆续开放入住，不过其他民众住的权利也很重要。就以他长期关注的桃园区正光花园新城海沙屋问题来说，居民就是求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好，就是正光花园新城海沙屋都跟，其实像我从小也是在这边长大，然后其实就经常就担心说哦，楼板随时会崩裂。那其实待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为氯离子的关系，它水管遇热，它其实就会开始分解，然后就开始崩下来。那因为这住户不是说百分之百大家的损害程度都一样，有些混的海沙量比较高，它就相对起来比较严重。所以啊，有些人他其实他海沙量比较少，所以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整合起来不是没有像这么的容易。那从民国81年就已经公告为楼，那有些住户啊，经济状况没有这么好，没办法搬出去。海沙屋的问题在当地被发现已经超过20年，墙壁斑驳、水泥掉落、钢筋裸露锈蚀，但无法换屋的住户一样只能继续住下去。原本市府曾想用公办都更来处理，但是现有住户对补偿条件意见不一，加上都更范围界定复杂，至今仍无法实际进行。会拖30年的原因是因为头尾是地主户，他们当初自己在监工，所以说他们的建商不敢偷工减料，他们的海沙量几乎没有。那等盖到中间的时候，建商开始偷工减料，里面的含沙量就比较多。那含沙量比较多，等真的住进来之后，发都是这些赚了一辈子心血钱买这个房子，结果发现是海沙屋。那变成他们就只有一户，那地主有时候会有一栋就算10户都是地主持分的，他们只要不同意，他认为说我的房子好好的，我没有必要去跟你做都更。那条件上他们也没办法谈拢，所以就是困难点在这边。黄嘉琪仍持续寻求解套，目前他正努力与住户筹划自办都更，由住户自筹经费进行重建，来作为让社区重生的选项之一。目前还在努力寻求共识，黄嘉琪也希望市府可以适时给予相关资源协助。那现在住户的部分是有自己筹组，这个叫做更新会。那更新会的时候，我们在更新会当中会提出是否公办都更、自办都更，或者是说找适合的实施者。这部分我觉得这要交由住户来做决定。那政府其实他扮演的角色是说，由政府来找好的建商，等于由政府来背书，那由自己来做。所以说这个部分，既然有这个社会住宅，有是否有接触到这几个建设公司，是他们好的来协助我们来做这一块，这我想这也是政府的一个德政。无论是海沙屋的重建，或者第二行政园区的地点选择，对于市府的施政方针，黄嘉琪仍持续呼吁，要以不忘民众福祉为优先。
近年来的少子化现象可以说是已经恶化到要成为国安危机。政府部门最近也不断推出生育补助措施，鼓励民众生小孩。而桃园市可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人口成长快速，已经突破220万。而自己也是新手妈妈的市议员陈雅伦，也特别点出育儿政策的重要。桃园市连续6年人口净迁入，累计成长高达13.7万人，那是全国之冠。尤其在我们龟山，因为地理位置临近大台北都会区，那房价呢也相较于台北、新北比较亲民，生活机能也不错，因此吸引不少年轻家庭呢来龟山定居。那年轻家庭因为房贷压力减轻，居住空间也比较宽阔，所以更愿意规划结婚生子。那桃园的生育率呢，也是全国之冠，所以我认为市政府要投入更多的预算、更多的资源来照顾这些年轻家庭。那因此我上任之后就积极跟市政府来反映，希望有更好的妇幼政策、更完善的育儿设施，包括公托、公幼、亲子馆、特色公园、那共融式游戏场等等。除了有利于生育的条件，对于婴幼儿的托育资源也不能缺少。陈雅伦指出，目前龟山的公托中心只有一处，他建议市府将未来的国民运动中心空间做复合使用，再设置一间公托，减轻民众托婴压力。目前呢是在比较靠近我们龟山行政园区那边有一座公办民营托婴中心，所以我建议说，因为我们龟山分为上下两个生活圈，那在平顶地区呢离龟山行政园区比较远一点，所以我是建议我们市政府在平顶地区的龟山国民运动中心那边做一个复合式使用，把它规划为公托这样。而小孩渐渐长大，很快就要进入幼儿园，家长们面对昂贵的私幼学费又抽不到公幼，更是觉得负担沉重。因此陈雅伦建议市府，龟山地区的公幼数量还有增加的必要，纳入非盈利幼儿园或者私幼加入准公共化政策都是选项。所以我上任之后就开始督促市政府加速把国小闲置的教室来做活化使用，那增加很多国小的附设幼儿园。另外呢，也协助推动非盈利幼儿园的设置，都有不错的成效。那包括已经完工的，像文德文华非盈利幼儿园也都开始招生了。那快要完工的，还有我们光峰非盈利幼儿园，预计呢是在109学年度可以来招生。这里有2岁专班，可以满足更多年轻家庭的需求。我们桃园的公幼相较于其他县市已经算比例蛮高的，那尤其我们龟山比例也是算不错。那但是目前呢还是处于一个供需失衡的情况啦，需求还是比较多，所以我认为在这公幼的部分还是需要再增加。那目前就是几项，公幼增加，或者是非盈利幼儿园增加，或者是把私幼纳入准公共化幼儿园的这个行列，这些呢都可以让家长去做选择，这样子大家选择也会比较多。在托育资源以外，众多家长们所重视的还有充分的亲子休憩场所与活动空间，像是市府设置的亲子馆，龟山地区也有高度需求，再配合丰富的共融式游具，都是爸妈们所殷切期盼的。市政府的目标呢是一区一亲子馆，那龟山因为地形的关系是形成龟山跟平顶两个生活圈，所以我们也跟市长建议说要盖2座亲子馆来照顾龟山的幼儿。那第一座呢是在我们平顶地区大华里集会所2楼，大约是260坪，用3000万的预算来增建，那目前已经施工的差不多了，再过一阵子就可以正式启用。那第二座选址呢是在我们原本的住宅发展处迁移之后的闲置空间，这里呢位在龟山行政园区，紧邻龟山区公所，旁边还有地下停车场的空间，也很适合做公共托育家园或亲子馆。那目前也在积极争取中，希望市政府评估好之后呢，把亲子馆的效用发挥到最大。对许多父母来说，养儿育女是既甜蜜又沉重的负担，希望公部门资源的协助能确实让父母的负担少一点，甜蜜多一点。
大园区许厝港一带新街西出海口的海岸，前些日子因为大雨冲刷被发现大量垃圾，而在地方上喧腾一时。经过市府大型机具进驻与环保志工团体大力清除之后，目前海岸暂时恢复干净。市议员徐其万也会同相关单位积极追查垃圾来源。那在前一段时间呢，遭逢大雨以后，所冲击出来的垃圾非常的多，在新闻报上面都有看到了哈。后来经过我们的海管处的努力，赶快请机器来清除，环保局呢也请了这些我们的所有的环保志工，来这捡拾垃圾。那第二次呢，台大下大雨以后，又有一样的垃圾，又从整个在这个海面上海滩又是一样。后来我们才发现到，这些垃圾呢，并不是海漂过来的，也不是这边淹埋的，而是从新街西的上游，所流下来的。经过追查后，证实垃圾是来自于新街西上游，今年累月漂流而来，时间一久的数量就相当惊人。再加上外海的垃圾也随着海浪漂回岸边，要维持海岸的清洁，就需要公部门的资源介入。徐其万呼吁政府要和民间一起动起来。在海滩这边呢，我们海管处及我们的环保局的所有这些志工朋友呢，大家非常用心的整个做清除，现在清除的已经算是蛮整洁干净了哈，剩下这些少部分呢，这几天的海漂还有一些垃圾在这边，我们希望呢有机会，我们的环保这个志工团体会再过来做检视，来做清洁，我们希望共同维护许厝港湿地的一个干净。然而，大园海岸的问题还不光只有垃圾，海沙堆积的状况也是难以解决。在海风今年吹袭下，海沙往往大量堆在沿岸道路以及堤岸上，比较严重的甚至已经让车辆无法通行。这海沙飘沙，在这非常的严重啊。这个飞沙飘沙的问题呢，刚好这个地理环境是一个出水口哦，新街西的一个出水口，一个转弯处。转弯处呢，当这个沙子呢被海这个整个潮流一刮，就已经跑到岸边，再加上大风就刮起来。那这每次呢都请我们的海管处来赶快做整个这个道路的海沙的一清除。当然，他们清除的唯一就是再把海沙倒回这个海岸堤或堤岸里面，海岸里面没办法做清除。以往都是把沙清运后回填，但是这样并无法治本。海风继续吹，很快又恢复原样。因此，徐其万建议海管处应该和林务局协调，另外寻找低洼地回填海沙。当然，这边还不算是最多，我们最多的还是在郡头，还有这个沙仑，那自行车道沿岸呢，你几乎是没办法通行的，那漂沙是非常的严重，当然是要也有一个彻底有效的解决方式。除了海边，徐其万也不忘关心上游周边民众的生活环境。在北港里田新子溪的沿线，市府正准备要进行护岸整建的工程。为了加惠邻近社区上千户的居民，徐其万建议市府连同河滨步道的整建一起进行，提供民众更好的休憩空间。这一条呢，320几公尺，就整个做加强护岸的补强工程，在这个工程当中也要1000多万哈，1000多万。那现在也刚好建议，这个水务局呢，一并把这个整个这个面呢，就是人行步道，也一次来考虑进去，整个来完成。那回去再整个再做调整。那在整个这个步道来完成呢，带动我们第一跟智力社区，再讲加青瓦廊比较大哈，加廊比较大呢，让你享受休闲的空间。桃园拥有辽阔的海岸线，而海岸环境也与邻近居民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要做到两边都能兼顾，并且一起提升品质，确实仍需要许多单位的共同努力。持续进入九月，学校纷纷开学，对于家中有幼儿要进入幼儿园的家长来说，更是象征小孩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大日子。
不过家长们可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跟着入学而来的负担压力，从四五月公立幼儿园的园额抽签时就开始了。家长在各方面，然后他们越来越相信那个公立幼儿园的那个教学的品质，哈，也不会输一些私立幼儿园啊，所以这几年我们桃园的这些公，不管是公托哈，或者是一些公家办的哈，这些学校里面的公托的部分啊。大家都非常的信任，所以每到差不多四五月左右，这些幼稚园在招生当中啊，其实蛮多家长哈会跟我们反映到哈，有时候好像报名但是抽不到啊，所以我们这几年在议会当中哈也有一直请市府哈能够在相关的就是学校的有一些空的空间，或者是社区里面有空的环境哈，能够来设立公幼的部分。桃园市的公幼与私幼的数量正朝着4:6的比例迈进，而在高度都会化的桃园区，公幼的数量相对较多，但也因为人口密集，公幼额度还是供不应求。陈美梅呼吁市府加速非营利幼儿园的设置，与鼓励私幼业者加入准公共化，才能有效纾解园额需求。我们也会是希望说哈，有些私立幼儿园的话哈，他假设是也能够辅导他们转型哈，能够在就是准公托的部分哈，能够一起来协助，这样子在公司的这个平衡上哈，也能够减轻家长的相关的负担，这样子。跟公幼比起来，非营利幼儿园与准公共化幼儿园的收费虽然还是偏高，但跟部分私幼动辄3-5万的学费与近万元的月费比起来，还是便宜很多。而在地点的选择上，陈美梅提醒市府注意交通条件，并且将建物空间多元使用，才能在寸土寸金的都会区找到合适地点。桃园区的话，它真的是以目前现有的一些相关的教学的场所来讲的话，目前几乎都是非常饱和的状态啊。我是会建议说，在未来像新的公园的开辟上啊，这些活动中心哈，在规划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先把它考量进去，这样子。一方面哈，让这些新开辟的公园哈活动中里面的那个管理中心或活动中心呢哈，能够更符合当地的使用啊，一方面不会造成说蚊子馆的产生这样子。除了公共化托育资源的完备，家长们所关心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机构的品质，不论是公立或私立，环境安全与师资都一样要重视。为了让家长更放心选择托育机构，陈美梅认为市府必须要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评鉴机制。我是觉得说，我们目前哈，有一些就是学校的相关的教学的一个品质的相关的调查啊，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个评选机制哈，让这些就是说未来有小朋友要就学的时候啊，也有一些参考的指标啊，比较不会说可能全部都挤在同一所学校哈。能够让那个教学资源能够平均分配这样子。从数量的增加到品质维护，软硬体方面都必须到位，家长才能放心将小孩交给机构照护。要如何打造完善的托育环境，还是有待公部门多费思量。芦竹区的五九桶山是当地主要的郊区休憩地点，可说是在地居民的后花园。多年来，政府也持续在五九桶山规划休憩空间。去年市府更斥资上亿预算，要改善当地的登山步道与辟建生态公园。但市议员楚春来认为，整体的开发进度令人无法接受。那我们的第一期的工程，按照有限的经费，我们已经征收了接近10公顷，包括道路两公顷多，
还有那个公园用地接近8公顷的这个土地，我们已经征收完毕。那市政府在第一期的开发当中，只用了约1亿多元的这个经费啊，做这个8公顷的公园预定地部分的开发啊，其实这开发面积哈、啊、还不到1公顷，这造成哈、哦、啊这一个我们已征收的土地没有完全利用啊，这相当的可惜啦。早在桃园升格前，59桶山的开发案就获得内政部通过，将部分土地变更为公园及道路用地，并且在卢竹工作时期就编列4亿多的征收预算，取得道路用地，打算做15米的道路。不过升格后换市府接手，开发计划就因故生变。桃园59桶山跟羊稠山其实已经算是有点过度开发了。那桃园市政府趁这一次征收的机会呢，他想要在59桶山公园的山顶要盖自行车的越野步道，还有什么？公园山顶的那个大草坪的亲子野餐区，这再显示了一种没有一个人文素质的一个水泥建设，充满了水泥建设思维。桃园的公民团体认为，59桶山的山林必须受到保护，反对过多的水泥人工设施。市府也因此调整开发内容，将15米道路改为3米的生态步道，并设置简单的休憩设施等等。而楚春来认为，这跟原本规划的开发天差地远，也辜负芦竹人对59桶山休憩空间的期盼。那当然有一些市民哦，他希望的这个环境啊，希望的这个感觉会不一样。那我也有希望，大部分的市民希望说，他们一个干净舒适的这个公园可以利用啦。那我在这边希望说，这个59桶山能打造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这些公园。我们希望上面有一些大的一些草皮，那当然我们会植入哈一些大型的这个树种啊，寿命比较长的，未来那个树荫比较大的啊，这个树种来59桶山凸显这个公园的一个价值性。我相信这是未来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啦。环保与建设开发向来难以两全，楚春来表示自己绝对重视环保。但是与地方发展及民众需求间必须找到平衡，如果都扣上保护树木的大帽子，很多建设都无法执行，实在也不是民众之福。我相信只要透过一个良性的一个座谈啊，了解一下这个其他反对人的一个声音，那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了解，那我们在这整个开发的过程做一个适度的修正，我相信这一些啊反对的团体还是能接受啦。啊，这个最主要哈，一个公园的利用绝对是要符合现代化。我相信不管在这个台中的杜威公园，还是在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现在已经做到也可以说是市民大部分都能接受的这一个环境。我相信我们这个59桶山20公顷的公园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我相信未来营造出的氛围绝对不会说比现在这个状况啊不好，所以说希望说这些反对的这些市民还是要给我们多多的一个支持。建设与落实环保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需要经费。楚春来也认为，为了健全市府未来的财政，应该要减少一次性活动的烟火式花费，将钱用在市民真正需要的建设上。啊，因为是捷运系统要来兴建，需要大笔的经费，还有铁路地下化也是需要大笔的经费，所以说我们希望市政府在做这个财政考量的时候，应该去遵节哈开销啊，一些活动能避免的就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花费，我们应该节省就要节省。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反对一次性的花费，一次性的花费只要钱用在刀口上，能加惠市民，我们就绝对支持。可是这个经费上还是要去拿捏，还是要斟酌。楚春来表示，在接下来的议事堂上，他将持续监督59桶山的开发状况，督促市府确实建设。至于该如何兼顾环保诉求，还是得考验市府的智慧。说到北台湾 CP 值最高的亲子休闲去处，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台北市儿童新乐园，由台北市政府管理营运，兼顾亲子休闲与观光效益。儿童为直辖市的桃园却没有这样的场所。市议员苏嘉明就不断对市府提出建言，希望桃园市也能有自己的儿童乐园。我想我当市议员已经将近5年了哈，那前上一任就一直在讲儿童乐园，那执行也讲了好几次。我想我们的市政府跟我们的郑市长对我的儿童乐园主题好像很没有兴趣，每次我提到都跟我敷衍了事。
我想我在这里个人哈，担任司议员责无旁贷，要给我们的市政府、我们的郑市长做一个很好的建言。我还是要重提，只要我在位的一天，我对这个儿童乐园，我定紧追这个主题不放，因为儿童乐园对国家的主人哦，我们的小朋友未来的哈休闲去处、旅游，还有可以吸引多少人到桃园来观光。苏嘉明除了提出建议，连土地都帮忙想到了。他认为位在虎头山脚下的旧国军804医院土地最为适合，但当地目前规划为亚洲矽谷计划使用。苏嘉明表示，他不反对亚洲矽谷计划，但是儿童乐园应该要同时并存。那我想我已经讲过，我最好的地点就在我们804医院这块地，那里有占地17000多坪，那已经哈讲过很多次的。市长都是跟我敷衍了事，都说哇要做轻向基地啦，要 ARVR 要做无人驾驶啦。那开幕我有去，当然做这个我们很认同，给青少年一个发展研发我绝对认同，无人驾驶我也认同，可是我想不如我们儿童乐园来的吸引人潮，还有我们的青少年一个好休闲。针对儿童乐园用地，市府也提出其他的地点选择，但苏嘉明认为选择虎头山下可以串联邻近几个知名景点，能发挥最大观光效益，也可以加惠桃园北部行政区将近900000的人口，呼吁市府要积极面对。我跟你讲，从化区没有804块地这么好，因为我们收回来难得跟海巡署收回来有17000多坪。我以前我当市长的时候最了解，里面桃园区公所有2000多坪，那这个地方如果建个儿童乐园，串联哦忠烈祠、虎头山，还有我们的哦南港溪，还有我那个三民公园，你看多少人来休闲？除了关心亲子的休闲，苏嘉明也很重视高龄照护的问题。他认为桃园的幼儿托育机构数量增加快速，但托老资源却还是很缺乏，光靠各社区的关怀据点还是无法提供完整的高龄照护服务。苏嘉明表示，关怀据点的功能应该升级。关怀据点哦，桃园区22个，可是不是给他来吃顿午餐，不是给他唱唱歌，不是玩个游戏。我想这个老人跟小孩子一样不好照顾，可是政府你要用心，因为老人会很多一些小疾病，那我是希望我们的老人在关怀据点里面要有专业的老师、专业的训练师、专业的护士，不是说只有关怀据点可以吃一顿而已，只有聊聊天。政府近年来推出长照2.0措施，来因应高龄化社会的照护需求，不过就现行状况来看，人力与其他软硬体资源都还很欠缺。苏嘉明希望长照2.0不要光喊口号，市府应该要确实结合关怀据点的功能，真正落实高龄照护。托老所只是用口头讲声民间合作啦，给多少钱啦，只是简单的补助，我想绝对不够，因为面临的社会问题，老人比小孩子更需要关心。我们不能一直喊口号啦，我们有关怀据点，我们有2.0，长照人才全部不足，人都没有来给政府给辅导，只在喊口号。我是要落实落实，希望我们的这个托老敬老哦啊，不是我100岁去发个礼金啊，我们社会表扬一下，绝对不行这样做，要实质落实到真正的感受。从小孩到长者，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幼有所养，老有所依。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完善的福利机制与照顾网络，可能就是唯一的答案。